奖。首先要表扬本市104年度志工食量倍增计划的绩优机关。首先颁发志工人数成长率共有6名，第一名是劳工局，请林副局长代表领奖。第二名是原民会，请马耀古牧主委上台授奖。第三名水利局，请周局长代表一下。第四名观光旅游局，请陈局长代表一下。第五名教育局，请彭局长代表一下。关心业，首先是人事处，请陈处长代表一下。第六名地震局，请张局长代表一下。接下来表扬志工人数的成长数共有9名，第一名是教育局，请陈局长代表一下。第二名社会局，请吕局长代表一下。第三名卫生局，请徐局长代表一下。第四名劳工局，请吕局长代表一下。警察局，请蔡局长代表一下。第六名文化局，请王局长代表一下。第七名观光旅游局，请陈局长代表一下。第八名地震局，请张局长代表一下。第九名园林会，请马耀古牧主委代表一下。现奖，内政部105年度户政业务绩效评鉴，本股荣获了105年的绩优户政机关楷模。我们请主办机关民政局蔡局长将奖牌呈现给市长。我们是直辖市的第一，也是蝉联全国第一名。第二个奖项是民政局也荣获了104年人口政策宣导执行绩效的优良机关。恭喜民政局，颁奖到此结束。研讨会报告。今天7月11日，召开第296次市政会议。首先报告具体情形：应到人数66人，迟到人数63人，其中张副市长请假，陈参议公差，我会联络小组王执行长请假，运输处处长因公出国，由王科长代理出席；建设局局长公差，由张副局长代理出席；劳工局局长公差，由林副局长代理出席；在公处处长公差，由杨副处长代理出席。西区区长请假，由谢主任秘书代理出席；清水区区长公差，由徐主任秘书代理出席；后里区区长退休，由徐主任秘书代理出席；大安区区长退休，由徐主任秘书代理出席。以上，恭请市长主持会议。好啊，各位同仁哈，还有我们区长，这个周末哈，因为强烈台风啊，李伯特的侵袭台湾。虽然台中啊没有什么灾情啊，不过我们所有的事务团队啊，都做好啊防灾的准备啊，也利用这个机会啊体检一下啊，我们整个啊对灾害啊防救的机制啊，那么尤其参考去年的台风啊，造成比较大的灾情啊，整个重建的经验啊，我想
这个都是平常就要做好各种防台应变的准备。好，那就是当然希望灾害不要来临，好，不过来的时候啊能够来应变。好，但是也就是说虽然台中没有什么灾情，不过在台湾的东部，尤其是台东跟几个南部的地区啊有比较严重的灾情。那么我们台中市政府啊也发挥了就是同胞爱，我想患难见真情，在第一时间啊我们的这个市府团队啊派出了就是救灾的人员啊，包括车辆跟设备啊，就是赶到灾区去协助救灾的工作。那么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做好准备，而且强调区域联合治理啊，尤其在灾害防救上面本身的中彰投苗，就中部的台湾啊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联合治理的区域。那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是拿来支援在比较就是受灾情严重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那么总共出动了26辆的车辆，22台的大型的机具，还有人员超过64名以上，那目前很多同仁还在现场那么配合他们的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在进行灾后的复原跟重建。那这个部分我在因为看起来其实整个灾后的这些复原跟重建的工作可能会拖一阵子那么行政院也有就是进驻相当就是全力在支援救灾，那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采取认养灾区就是看针对不同的县市政府的支援的救灾团队可以集中针对比较特定的地区，再能够做更深入而全面的协助灾后复原重建的工作。那我也请林副市长来督导这个事情那当然机具就是可以提供使用，那人员做一些调派，那配合现在中央整体的就是救灾的工作来进行。我相信这个台风这个虽然有台风眼但是也不太长眼睛有时候要怎么走那也不是我们人能够完全预测，稍微偏一下可能就从中部进来，好像去年的这个苏迪克台风等，甚至从中央山脉直接穿过大甲溪出海。去年我们的海线大安大甲清水无期地区其实就有比较大的灾情，所以这个只能够就是操之在己的我们做好准备。那有时候要看天所以发挥同胞互助的精神，我相信台湾是一体的，也没有分这一个前山跟后山，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那么发挥这种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事实上是患难见真情，我想我们帮助别人，别人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帮助我们。好，那么在今天的报告案我们就请了消防局针对我们本市因应尼伯特风灾的防救灾的作为还有支援台东县的救灾来进行专案的报告。我们希望这个救灾不是一时，有一些长期的协助比较偏乡这些发展的工作其实这个六都的直辖市相对来讲真的资源是多很多，不只是对我们周遭的中部县市，对比较离岛或比较就是偏远地区其实平常就应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就是互助的系统。那刚好今天的市政会议本来也排了一个专案报告就是强化爱邻守护队防灾基础教育训练工程。那这个报告我想就是是一个在台湾的首创这个爱邻守护队，那么不只是来弥补我们社会安全网的不足，能够做到对
就是整合了包括行政这个摄政跟卫政的系统到基层那么而且打破过去除了本位主义的这个限制之外最主要是要对于真正需要的人提供整合式的服务这一点我想如果能够成功我想是未来很值得全国各地来参考那事实上去年在南区试办大家反应也很好所以今年扩大办理有20区334个里响应成立那我们计划是明年增加到500对那后年625对也就是每一个里都能够来建立爱邻守护队达到一邻一守护的目标那么有关于这个爱邻守护队当然跟防灾的这个教育训练的结合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要有全民防灾的观念跟这种能力啦最近大概可以看到非常多在暑假期间有一些水就是因为水不管是说台风的水灾或者是有时候好大雨的水患甚至孩子到这一些危险水域那么这个溺毙的事情所以我也请新闻局来针对这方面来做一个更整体的宣导的计划就平常就是怎么样透过我们的地方的媒体我想媒体都很乐意协助啦尤其是有线电视台广播还有这一些地方新闻我觉得这个是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很遗憾那当然也可能防不胜防最终还是教育跟训练每一个人要有这种就是去避灾减灾防灾的这种意识跟知识那也能够在发生灾害的时候正确的救灾这一点我相信未来我们这种其实都已经进入到全灾害的这种就是说应变的就是时代任何一个可能就是大众运输你看发生这种爆炸事件或其他的其实都会启动其实是我们常年在推动的所谓的三合一的汇报这个包括这个作战还有这个动员以及防灾这三个体系的整合平时当然是我们以这个就是说民政为主嘛但暂时的时候以军政为主其实台湾还是面对到很多军事的威胁所以这些必须要全民都有这种就是防灾的知识而且要成为防灾体系的一环这在日本就很重视而且这不需要而且要不需要不断的演习所以我们这个所谓三中汇报三个综合的相关的这个汇报也是要很认真来做很多的演习那么有关于水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城市治理非常关键的你看单单以这一周以来除了这些台风水灾的问题那个一些危险水域溺毙的事件还有一个豪大雨有一些工程也可能会造成水患那你看我们在治水上除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不管是汉溪的康桥计划现在柳川绿川的这个这一个清溪的计划包括法子溪甚至呢我们这个周末也去丰原就跟福禄敦郡掀盖有关的这个学生净土以及我们花博期间有很大部分花在治水包括福禄敦公园那个软皮子溪的整个从治水到清水环境那其他包括像水南的这一个经贸园区我们的这个所谓 中水道全国首创这个再生水循环利用除了省掉我们浪费的自来水而且这一些再生水也可以利用甚至可以这个卖到中科
好，那其他非常多的跟水哈有关系的治理哈，当然基本是防洪治水嘛。好，那这就是怎么样去打造清水环境。好，那这一些基本上防洪治水，当然这一些水利工程啊，过去县市分开的时候啊，比较没有这个能量。我们现在有水利局，好，当然水利局刚成立没多久，可是做了非常多的工程。以太平地区啊，像那个光荣就是光兴隆啊，那个这个营区那个志宏池，啊，那个就很重要，那个对解决太平附近的淹水。那南山节水沟，啊，就大肚山啊，包括到海线地区的淹水问题的根治，啊，另外当然像相当多哈，啊，这些野溪啊的整治，啊，那当然有一些低洼地区就要借助啊比较大型的抽水站。我们也整治的差不多，包括我利用这个台风来去看呐，啊，乌日，好，就是这个湖日的抽水站，好等等，所以水的治理啊，成为城市治理成败的关键。好，我们台东市政府水治理的团队是很强的哈。我当时在组织这个内阁的时候啊，我就特别请林副市长来，好督导这个业务。很多人知道林副市长当过交通部长。因为他真正是水利工程出身，好，逢甲的水利出国啊，专门研究这个。回到台湾之后，在台北市政府就是主持啊，当时的污水下水道，还有非常多的水利工程，哦，这一起大概带完来这样，我相信是最具有中央跟地方经验，哦，那我们的李贤义副秘书长哈。哦也刚回来哈，刚刚才看到你在德国秀这个 APP 水情啊的这个成为哈所有这一次在国际上啊，我们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以城市啊的联盟啊，在做有关于环境治理方面哈，那我们的有一个专案的报告啊，引起很大的回响啊，包括这个秘书长哈，这个也是老朋友了哈，那个 Gino 哈跟。这个德国波昂的副市长哈，都很好奇的在看我们的水情 APP， 啊，那我们的 presentation 也引起很大的回响，甚至他们想把它推广到很多城市，啊，我们的贡献应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伊克里啊的主办的第七届韧性城市大会上哈，我们发表了台东市水情监测系统，哦，与防灾之应用，啊，这个。国际经验的交流也是非常的重要，总之啦，就是说包括我们的水利局长周廷章局长这方面，你不要看他年纪轻轻，地水的经验很有的，其实很多中部的治水专家啦，现在都到我们台东市来，包括其实林龙川，这个参事也是啦，还有范世义，参事这个是水资源局长，也是我们第三河川局之前的主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team 是很强啦，啊，那当然要包括污水下水道哈这些所有的处理等等，这都是城市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这个周末单单去视察哈，就非常多相关的行程。那当然另外就是在市政方面哈，大家也慢慢看到水南快要哈这个整个愿景快要。蓝图整个一个建设啊，经过我们再定位之后啊推出来，也引起很大的回响。好，这个中水道的系统的一个心脏就是那个所谓的薄膜生物处理系统啊，那个 MBR 的第一组安装作业我也去启动。那么另外就是有关于就是旧市区啊中区的再生啊，跟水很有关。好，柳川的一二期已经完成，现在在进行第三期。很多人去参观那个中华净水厂，那个绿川的整治用培力计划由市民参与，到底这个绿川要怎么整未来的整治跟营造，那也会涉及到净水设备，那这个让人民看了之后大家才知道说其实是有一些掀盖的工程并不是像过去想象的就会变成臭水沟，一定是要做到污水处理跟截流，所以这个在软皮子溪还有这个葫芦墩郡是一样的道理。
那中区的再生哈，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就是跟公园眼科成为对照组啊。好，就是中区啊，一个是再生成功的例子，就是公园眼科嘛。哦，民间去经营之后啊，好，那让它起死回生，很赚钱的，好一个民间经营的啊一个文创店了哈。可对面的签约大楼啊，就斑驳，发生过火灾之后啊，好像被抛弃一样。啊，这个都更啊，已经在我们的协助之下，已经跨出一步，好，就是有一个这个完成了都更的一个申请哈，现在开始在办理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啊，成为好跟未来公园眼科啊，能够互相辉映的，好中区的啊两个亮点。那长生金融大楼哈的拉皮。也协助他们整理门面，那现在这个很多的中区的投资都进来，我想一个一个会展现再生的这个一个成果。那当然上周有关于文化部所要补助的3亿6千万元，我们要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是包括周厅这个整个父亲的建筑，还有这个这个刑务所好复建的建筑群，以及串联期间的绿空铁道的计划，这个都在这一两年内会来展开。那跟文化有关我们大概也是就是对于这个太平的买烟厂的修复，那这个是结合我们希望能够引进这个陈廷思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他是最早的创作在太平完成，那个是7×5的经费啊，都是用市长的2倍金哈来办理，可见呢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文化这个保存跟再利用的一个重视。那其他我想刚刚颁发的有关于志工相当多的这个表扬，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啊，我们社会局啊，在主导推动的这个 INGO 中心，也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啊，在上周我去参加民进党中常会啊，正式被邀请做专题报告，然后蔡总统啊，这个出访回来，就是当天包括外交部长还有国发会副主委都在场，那也做了很具体的裁示啊，把我们的报告案。责成由行政院林其耀副院长成立专案小组，解决所有这些相关的可能涉及到的土地预算还有周边的环境的这一个就是营造以及怎么样去国际能够引进就是重要的 INGO 团体来进驻。那么这个就是说显示一点，其实我们自己平常有准备那时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出其实是中央很支持的政策。这个在这一个月从520之后大概台中市应该是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很多的亮点都得到中央的支持。这个事实上我们一年多来一直在推动，只是说现在中央这个政党轮替更重视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设案。其中有几个很关键，第一个就是清泉岗机场升格为国际机场，这个林副市长协助之下其实很大的进展。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我们的智慧机械之都结合精密机械跟航太产业它成为中央的五大创新研发的计划之一，而且是被认为是应该是最成熟的一个计划。再来就是社会住宅，全国都在谈社会住宅，很多都还在用动画模拟，我们的已经快盖好了，去年动工明年就会完工，丰原安康段的第一期200户。那再来看我刚刚讲 INGO 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现在才做，我们已经编列将近10亿元的预算了，在做前面包括就是说现在这个在台中公园那个金武图书馆的一个我们把它拨用之后来作为培育NPO 的一个中心。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编列了
就是9亿6千万元啊，来打造在我们把联勤招待所啊，也是无偿拨用之后啊，就是发展成一个以台湾为主的啊这个志工培育啊，跟社会企业还有非营利组织的中心，然后所以才有到第三步，现在要做 INGO 中心，所以要利用雾峰的审议会那边做基地，加上周边的环境，好来去我们讲啊，所以竹巢引凤可以引进国际级的这一些大的重要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好，所以三步走啊，我们已经要跨到第三步，得到中央现在的支持，变成一个国家政策。虽然讨钱那边的预算，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咱来用这么多预算哦，9亿6千万哦，因为那块地吼，你年轻招待你摕到了吼，哦，这很难的，很难能可贵的啦。哦，那怎么样为更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哦，这些东西咱打造，其实我们包括成志工首都啦，哦，这很重要，哦的一个工作之一。好，最后我要稍微再提一下，就是其实520之后，很多中央部会都有跟台中有关的重大政策跟业务啊，有一些局处啊已经开始在接洽，啊，不管我刚提到这几个案子，啊，以这个经发局来讲啊，大概跟经济部互动最频繁，啊，那各个局处你们要去想哪一些你的业务啊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或把台中经验能够在全国推广，啊，那我们来安排部会首长到台中来视察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啊，那其实我们做出成绩也是他的成绩啊，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视野不能够只想我们是地方政府，凡事都是被动，因为我们希望做什么要透过中央政府来支持，那其实新的这种中央地方关系才是健全的啦。你说五大创新研发产业也是以各个区域为主在发展，那这些都是在地的意见要做一些整合，整个这个我们的台北办公室也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我想我们也让议会已经了解，真的是透过我们北办协调行政立法单位在那边进行的对预算的争取，各项建设的推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办公室。那我大概列举了一下，包括除了经济部我们有已经有比较密切的互动，其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甚至交通部，还有内政部，甚至各个我们要推动的业务，我是说大家要就是说善用我们在中央可能可以得到的支持跟资源。好，以上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因为刘淑兰议员他这个地补那个议员宣誓，好，我们刚延后了一点开始，那接下来我们来加速进行有关于两个报告案，先就这个消防局第一个专题报告，请。专案报告第一个专题名称为本市因应尼伯特风灾的防救灾作为暨支援台东县救灾，请消防局肖局长报告。各位长官大家好，消防局报告。针对这次台风，我们的准备情形跟警报大纲请各位长官参阅。在尼伯特台风的部分我们在7月6号14:30海上台风警报发布以后，马上成立二级开设。那20:30马上在陆上台风警报以后从一级开设，一直到7月8号晚上9点整个规模缩小以后二级开设，到7月9号8:30恢复正常运作。那事实上我们在7月2号已经掌握到这个台风的动态，那随时跟各位长官做一个回报。那市长在上个礼拜7月4号市政会议里面也特别做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市府在7月5号、6号、7号、8号感谢各局处还有各区公所的帮忙大概已经有所准备好所以是因应台风的状况。那同时我们针对山域在二级开设的时候，我们划定山域的警戒区域，在一级开设的时候，山域、水域跟港口都同时划定警戒区域。那这个是台风的过程当中请各位做一个参阅。那同时在几次的总共有6次汇报，那市长就亲自到达5次的工作汇报，那同时也跟各区公所随时做现场连线。
那警戒区域的部分有7处啊，7处42条啊黄色警戒。那感谢啊和平区公所啊做整个疏散预测的一个准备工作。那过程当中有啊沙鹿区有一位民众啊中度受伤啊，因为跌落啊所造成的结果，那我们也马上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那同时在收容的部分，总共收容103位，包括和平，包括后里啊这两个区块。那同时啊，在收容地点啊，我们感谢社会局、还有区公所、还有啊民政局的一个帮忙啊，大概民众的收容都很稳定哈、啊，那也给啊彻底的民众做好啊安全啊更舒适的一个啊收容状况。那同时在山区的部分啊，台八线因为啊土石坍方的一个危险，所以有预警性的一个封闭。那这个状况我们啊目前已经解除封闭的一个状况。淹水这一次没有，首先没有淹水的一个情形。那这是各啊。驻军啊，进驻各区公所联络官的一个情形跟状况。那在过程当中有总共有啊1213件的 EMIC 的一个灾害通报。那感谢各局处的帮忙啊，在最短时间已经把啊受理灾害状况做一个处置跟处理。那所以这一次台风整体来讲啊，我们啊提前啊针对做台风的预警，那同时和平区也做撤离预防性撤离准备。那国军在这一次运作原来是进驻在啊。我们的营区里面啊，就是啊东市的啊特战部队营区里面。那这次的运作经验啊，跟和平区长的一个建议呢，我们可能下一次建议啊，国军能够在梨山、平等里啊这个两个地区呢，以避免因为台八线啊预防性的一个封闭呢，没办法做进驻跟处理。那台风的一个停班停课资讯，很感谢教育局跟新闻局很快的做好决策啊，让我们啊市民有更多的一个准备。那同时这一次我们也准备啊行动指挥车啊随时出勤做应变的一个处置。那这一次也帮各位首长跟各位区长准备一个无线电话，那随时万一正常通讯中断以后呢，可以做备援。那同时在去年感谢市长的第二杯金，我们各区长的一个电脑。专用视讯的一个设备都完全都已经更新了啊，所以整个除了系统以外啊，其他设备以后都已经到位，那这一次的一个运作就比较稳定，比较正常。接下来跟各位长官啊报告支援台风啊这个动态的一个状况。因为台风的一个侵袭呢，从台东线登陆啊，所以17级风造成很多的房屋路树招牌的一个损毁，那也造成1死303伤的一个状况。那整个啊财务估计可能超过20亿的一个经费。那在啊第一时间呢，市长也掌握啊这个讯息，那我们同步跟啊台东县做资源啊的一个啊随时的一个准备。那也感谢我们啊交通建设、环保、水利，还有我们劳工这好几个局处呢共同帮忙啊，随时针对这个状况呢啊做好出勤的一个准备。那市长也捐出1个月所得啊，其能够啊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个慷慨解囊啊，协助我们的居民台东县的县民呢啊做好后续的一个复原重建的工作。那我们在啊确定台东县需要支援以后呢，我们立即啊在局处共同合作之下，7月10号早上8点啊立即啊出勤，在下午三四点左右呢，已经陆续抵达灾区。那总共支援状况，都发局总共啊支援高空作业车2部、电锯2部，人员有6名。那在环保局的部分呢，有捉斗车1部啊，倾卸车11部，小山猫1部，那倾卸车有2辆，轻锅车1辆，还有电锯5部啊，有11位来支援。那在交通局的部分啊，1部啊抢险车跟3名人员做进驻的一个处置。建设局啊出动高空作业车2部、捉斗车2部、小山猫2辆、大小货车7辆啊、吊车2辆跟电锯15部啊，总共36名支援。那劳工局啊目前已经准备好7位啊专业技术劳工，要随时配合啊台东县的一个需求来进驻做协助处理。那卫生局也初步啊跟台东县联络，那目前台东县的医疗目前是稳定下来，应该暂时不需要做协助。那水利局原来准备抽水机，那后来因为台东没有淹水情形，所以没有支援的一个状况。那民间救援团队啊有1队2车跟4人也啊在昨天呢啊实际到啊到现场支援。那支援完以后呢啊随时做一个撤退。那我们消防局也指定1位副大队长担任一个联系官。啊，进驻1部指挥车啊，随时啊担任我们啊台中市跟台东县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窗口。那这是我们实际上动员的状况，总共64位
那有26车，积聚有22部。那事实上，昨天我们坚城赶到台东县以后呢，随即啊投入灾区的一个复原重建。那也依照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的一个指派呢，啊，主要是针对于啊都发跟环保是针对台东专勤队的一个复原的一个作业。那交通局配合当地的交通队、警察局交通队执行复原啊信号的一个复原工作。那建设局我们针对台东文化局美术馆啊这方面的复原作业啊，这是昨天到达以后，那我们分别执行到晚上7点到晚上7点半啊才啊回到啊休息地方做一个休息。那今天早上呢啊事实上也今天早上也开始做这边8点就已经出勤了，所以我们出勤支援人员也很受到当地民众的一个欢迎，因为我们及时进驻到这么多的车辆机具器材人力啊。那台东县也对我们的一个支援状况感到十分的一个感动。那昨天下午6点啊，总统也亲自到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做一个视导。那我们台东县县长也针对我们台中县的一个支援状况跟总统做一个提报。那这是我们后续啊，可能在整个灾害啊，除了我们本县的一个事故以外呢，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一次台风灾害完以后召开检讨会议啊，从各局处进驻的层级啊人员啊，各县市需要支援状况，我们台中市啊启动应变的一个啊标准的一个操作程序，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检讨。那啊平常啊在像这一次台风，可能劳工局需要去支援啊，可能我们需要支援，因为啊昨天去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台东县它的物材耗材啊真的是不足。那包括啊我们出去的这个支援人员可能要自行准备各项的应勤装备。那劳工资源这个状况可能也有需要我们自己做耗材这个准备。那这个部分可能后续我们再请林副长，建议林副长召开这个检讨会议以后呢，我们针对这个资源的一个经费的耗材的一个需求跟准备的状况跟进驻的情形。那今天早上目前这个时段呢啊，中委员也召开各县市资源的一个协调会议，有可能参考9.11南投地震的一个状况呢，由各县市分别认养区公所的情形做后续的一个处置。当然这个决议情形后续决议的状况会做个续报，那可能我们在台中市啊这个资源状况可能后续还有一段时间需要继续跟台东县做这方面协助处理啊，简单啊做个报告完毕。好，谢谢。有没有补充或询问？好，没有了哈。我想就我们其实就整个支援台东县救灾的工作哈，我们台中虽然跟台东只差一个字哈，可是离得最远，我们也没有办法翻越中央山脉，哦，从南走从北走啊，我们都在对角线，哦，最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同仁啊，真的是很有啊，这个同胞爱哈。其实我们一确定我们解除了我们的这个台风警报哈，还有到恢复到3级开设的时候，其实就在筹备啊支援台东县救灾的工作。好，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啊，啊，去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受旗，啊，因为大家希望说，因为各个区的准备如果同步出发比较快，啊，如果你在集中哦，啊，在，啊，就会浪费掉时间，所以几乎是啊。以这个我们自己的灾害应变中心，同时啊，好，就透过消防局跟各个局处，那大家是啊，就是同时出发了。我觉得这一点啊，救灾是抢救的时间是很重要。那其实也很感人啊，我自己的脸书上啊，或者是说包括像管碧玲、立伟啦，一堆人哦，一直传给我，很多的人在路上看到，哎，台中市的救灾的车子出现在台东。那单单这个哈，我们的救灾同仁再怎么辛苦啊，都值得，因为你这个可以说养兵千日嘛，就在用于一时，那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行政区域，如果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同仁我想都可以说士气高昂嘛，因为这个有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台东市的团队出去的人员的素质，好，还有我们的车辆机具的水准，好，都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那么，这个
讲到这里哈，我就刚好教育局长在这里啊，其实也利用这一次台风的时候，我们彭局长去走了很多的学校，那就有个媒体引述啊，某个校长哈在表达说，哎，怎么台风天有传简讯啊，要校长注意学校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啊，他们觉得很奇怪。我听到这样的报道，我觉得这位校长很奇怪。好，学校都有，当然校长在台风来的时候，你要么亲自作证，你要有指定代理人啊。好，而且呢，不是说学生没在里面就安全的，有些人可能会跑进去里面打球啊。还有很多的学校有在施工，哎，围墙围起来不知道，万一淹大水或什么，以前都交给工友啊。好，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也是个机会教育啊，做对的事情啊，好，我们就是跟外界说明。好，难道校长要躲在家里睡觉吗？校长当然要随时掌握状况啊。那你有特殊的情形，你可以有代理人嘛？这个制度都有啊，标准的 SOP。好，所以我想我也是用这个机会跟媒体朋友也沟通一下，就是说，当然突然间听到一个人抱怨，哦，好像是。其实大部分的校长对这个很不以为然啊，很多校长到我脸书上留言说，他们本来就坚守岗位，怎么会变成说他们离开了嘞？哦，就是对于坚守岗位的校长是很不公平。哦，像教育这种事情，就是台风天嘛，孩子的安全虽然是放暑假，也可能学生也可能外面的人在学校可能在运动啊或什么，哦，滑倒啦或者是什么，你有没有锁好？然后有人在巡查，哦，所以这个。身为公教人员的一环，应该这个时候就是自己存在的意义嘛。大家都在家里在这个防台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线上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誉之所在。我想人在有机会在公门修行，教育体系也是一样，利用这个东西啊，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多人对不对需要我们帮忙啊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准备好，随时能够来发挥功能。好，那刚刚这个报告里面，我想台东市去支援其他的县市，其实我算一算，在我上任都是第三次。第一次是这一个台北复兴空难的时候啊，我们的消防队啊，还有包括民间的救灾人员都一并啊去那边就淡水河那边打捞哈，这个天气也冷哈，那时候啊，就说人机几机了哈，人力几力。然后第二次是今年初的台南的这个地震的哈，灾情比较严重，我们的救灾的人员也是啊，给波没波力，那时候还请林副市长也到现场去关怀，去慰问，去打气。那么这一次算是第三次。我觉得台湾如果以后都发挥这种啊县市之间的像这一个同胞爱，然后这个手足之情啊，哪怕说哪个地方有什么灾难，全国都把它动起来。这个是我想台湾最宝贵的一个资产。那么当然对台中县政府这一次的需求，我们都有主动联系，其实派去都是他们需要，一定要先做到这一点。救灾最常看到就是手忙脚乱，然后一堆东西不需要拿到现场的也送去那里，那事后很难处理。我们就是采精兵政主义，能够派去的都是马上能够独立作战，那么来协助重建。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我在灾害应变中心也有提到，我们去年的台风的经验，包括建设局，连那些什么路树怎么修啦，所有的这一些大家抱怨的事情都做了一个体检，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包括 SOP， 那个再拿出来，每一次都把它 review 一下，不断的精进，成为一个范本，以后区长各个都单位都可以人手一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讲的组织的共同记忆，不用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啊，哇，就从头开始，有时候区长换人啊，或局处长
升官啊等等哈，就是要做到这些组织记忆的，也就是经验的哈，跟一些就是说作为，能够把它制度化性的能够保存，然后不断的修正，然后以求精进。好，以上这个报告我想就是很好了哈。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案。专案报告二，专题名称为强化爱邻守护队防灾基础教育训练工作，请消防局肖局长报告。各位长官啊，接下来跟各位长官报告我们爱邻守护队啊，针对防灾这个区块呢，做一个强化的一个报告。啊，很感谢市长花很大的一个精力哈，那也感谢各区长的帮忙，在爱邻守护队目前陆续成军。那我们今天报告就针对我们怎么自救互救这个区块做个处理，那也用美国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强化我们爱邻守护队这个训练规划呢，做一个报告。那因为台湾啊，这个天然灾害的一个状况，事实上啊日益增加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做预料跟预测。那我们是只能说对于民众啊跟我们救灾人员多做一个准备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啊，在整个天然灾害的一个区块，台湾刚好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跟欧亚地震带，那也是太平洋台风必经的一个路径，每年都有无数次的台风地震的一个发生啊，这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一个情形。那台湾也列为啊风险很高的一个啊国家之一哈，所以我们怎么针对啊这个风险各种灾害的风险做一个准备啊，就正如刚才市长所提到的啊全事故全灾害的一个准备呢啊，这是我们市政府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在各国统计里面，我们的啊台湾有三种灾害，民众会面临到三种灾害的这个状况，有73%人口会有这个状况，面临两种以上灾害会有90%的人口，所以啊刚才有提到啊这些自然灾害的一个威胁呢，事实上是台湾啊全国民众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地方。那从台风、坡地灾害、地震，那所造成这些结果呢，都是我们啊全国啊需要去面对。那尤其台中有山海屯地区，那事实上这个灾害的一个种类复杂性啊，更是其他各县市所没有的。那怎么从啊阪神地震里面啊，那时候就是以70%的自助、20%的互助、10%的公助呢，7:2:1啊，这个想定呢啊做后续灾害防救的一个准备跟处理。那2006地震，我们是全国的力量投入啊这栋倒塌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很不幸的，如果说啊像9.1地震啊，像这一次台东的这个灾害状况，可能大范围的灾害，我们怎么来应变来准备，这是我们啊各县政府，尤其我们台中市政府啊，共同需要去很啊正面面对的一个处理情形啊，所以怎么让啊民众知道啊，政府能力是有限的啊，并不是啊全然可以啊涵盖到的。那要民众知道自己也有防灾的责任，那要训练我们民众必要的自救啊救人的一个能量，那组织民众成为救灾的得力助手啊，我想这是我们未来啊市政府努力的共同的方向跟目标。在美国啊，社区紧急应变队就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啊，这是在1985年啊就已经开始组成。那实际上组成以后呢，也是从很多的经验灾害里面得到这个教训以后啊，从洛杉矶消防局啊成立啊社区紧急应变队 CERT 这个队伍。那 CERT 组成以后，基本上就是啊教导我们啊民众用火用电灭火的一个尝试，紧急急救的一个处置啊，当啊自身完全无力的时候呢，怎么帮助附近的民众共同做灾害复原的一个准备跟应变处理啊？所以组成的对象包括民众、社区的团体、私人企业，甚至包括在地的政府机关人员啊，都是在 CERT 组成的一个成员之一啊。那训练的课程包括准备灾害的准备啊，扑灭火灾、救护的一个紧急操作，那怎么成为救灾的助手，然后简易的搜寻跟救援，那心理跟团队的一个组织跟灾害的回馈，它总共有17.5小时的一个训练课程。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翻译成中文啊，随时可以啊准备来应作使用。那运用啊救援案例里面啊，是密苏里州有发生过啊，就小朋友13岁，因为有受过训练了，所以怎么啊让受困火灾的一个民众呢，负责做一个啊逃生跟处置。那在
加州也曾经发生车祸，那这个小朋友这个民众呢，因为避免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置呢，救护的处置呢，让这个车祸的数据能够做一个减缓。那我们爱邻守护队呢，是以里为单位，事实上也是用这个概念进行做我们训练组成。那我们希望说目前是关怀弱势团体，然后也做整合，包括横向、纵向，包括李林长热心人士共同的一个处置。那我们怎么加持，让这个已经成型的这个爱邻守护队参考 CRT 的一个做法，让我们这些组成的成员具有防灾跟应变的能力就平时对弱势团体提供服务，但一旦发生灾时，能够自助互助甚至借以降低灾害的损失。我想这是我们在加持以后呢，爱邻守护队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功效。那我们预估这个训练时数包括认识灾害跟应变处置差不多2个钟头，那防火教育跟消防安全设备使用2到3个钟头，紧急救护应变处置2到3个钟头，就是 CPR 加 AED 紧急医疗包扎这方面的一个尝试。那全部的时间总共预估有8个小时。那这个训练课程我们也准备好，那后续的部分就是怎么让地震灾害这些灾害的一个认识呢，是我们授课的一个状况。防火常识，尤其我们有很多的独居老人或者身心障碍人士，那最近有几起的不幸事故呢，都是发生过这种情形。那我们怎么照顾独居老人或者是身心障碍人士，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后续需要跟我们市政府各团队跟我们区公所共同来努力的。那防火避难逃生灭火器使用这是我们未来教育的一个重点。那 CPR 加 AED 跟简易包扎哈姆尼克烧烫伤的一个处置呢，是我们在救护所要教育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建议，因为一下子8小时每一年这样处理可能会负担太重，我们建议就是逐年，每一年就是分成3个课程，逐年做一个精进，那预估以3年的时间做一个处置。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已经准备好，所以授课人员我们消防局可以派这方面的师资来做一个指导跟上课来处理。那可能到时候再麻烦各区来协助说怎么组成的队伍呢，做一个定期的一个训练。那我们训练确定以后消防局可以随时派遣这些授课的教官来跟各区做一个协助，共同来处理。那也期待说以7:2:1的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自助加互助是9:1的一个能量。那也就是从这一次地震就2006地震跟这一次台东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可以见证到，只要我们民众组织好、训练好，那事实上我们在民间的救援团队，我们所有的义消呢 VLS 的一个训练，总共1684人已经都完成训练准备。那义消 EMT1 也完成417位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台中市的义消呢，甚至接受过基本的化灾基本训练。那最近也开始执行，因为地震的发生所以我们基本的挖掘救援这个抢救训练8个小时也陆续在展开。所以义消的能量我们也妥善的应用，包括民间救援团队的一个应用，也同时加入我们台中市只要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可以救援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一次太平3个小孩子的一个救援事故里面，我们总共就出动1241人次的一个救援能量这是在其他县市所没有发生过的。那我们也见证到市长所提到志工台中这个力量的一个发挥期待说我们牧林守护队也大概用这个精神，让我们市区我们民众的自救能量能够提升这是今天的报告，报告完毕。好，来，有没有要补充？来民政局民政局这边市长还有各位同仁民政这边补充爱邻守护，我其实我这几天有到各个这个里去巡视，我发现一件事情，像我们昨天到后里，那个指挥的里长马上讲说，市长，这个爱邻守护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再举个例子，在前天我到这一个乌日区的东园里的这个张里长的这一个社区他特别组织，本来乌日市还没有开始，但是他说他要先开始，他认为爱邻守护非常的，那他能够详述在这个里面有62个老人，他可以详述62个老人，那哪一个需要送餐，哪一个要做什么服务，我听了都非常感动。
那他知道有这个爱邻守护以后，他说每个邻长把他分配他的邻的区域工作，去真正的去守护。哦，比如说可能这个独居老人他需要药物的这个整理，需要环境的整理啊，或者是需要啊一些送餐的服务等等等等，可以透过这个系统。那因为也有这个里长跟我反映说，哎，已经够多了，不要再给我这种工作。但是我需要我们现在有来的区长一定要告诉这个里长，这个是整合所有资源来做一件这一个帮助人的工作，哦，这个不要轻言这个，放弃或不做。所以希望我们区长一定要特别跟他讲说，我们爱邻守护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的主要的目的，那这个才会他们才会知道我市政府的用心呐，啊，哦，因为有的里长他也不知道，他一向只要市政府要给他工作，他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啊，其实他如果真正了解以后，才知道我们市政府真的很用心，想把这个整个爱邻守护的整个计划，包括训练，包括整个的台中市的所有资源的整合，哦，那也在这边跟各位区长，哦，来做这个跟一定要跟里长，哦，好好的去沟通，因为里长有的你跟他讲，有当时一讲都先歪啦，啊，我是感觉讲好好跟伊讲吼，安尼大家咧做啊，这是真正是对整个社区非常非常有帮助，一个德政，哦，跟大家做补充，嗯。好，来有没有其他局处或有什么区长在工作上有要反映的或分享？南区的啊，恁做上久的。哦，报告市长啊，各位局处所长哈，啊，大家早安哈。那这个爱邻守护啊，是我们去年就开始推了哈，算是我们南区啊，这个到推到今年啊，算是一年了了哈。那也做了陈文市长啊哈的大力支持，跟各局处的支持也做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年呢哈，又把这个教育训练啊，又拓展到这个哈防灾的。那也谢谢肖局长啊哈，来支援我们这个防灾的教育啊哈。事实上啊，我们服务的对象啊，大概就是弱势跟独居老人，他有一些防灾的概念啊，要给他哈。尤其刚刚那个肖局长所提的哈，这个如果碰到地震的话哈，地震是无预警的哈，还有这个火灾啊，或者是瓦斯的应用哈，这个都是在弱势家庭或者是独居老人，我们要必须要灌输他的一些防灾的概念，尤其地震的时候。是无预警的，那怎么去第一时间怎么去防灾，就避难的时候怎么去躲在一个比较能够安全的地方，哦，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样的话，如果他能很安全的躲在一个比较他的房子里面最安全的地方，他等待我们来去救援，这个是比较，哦，能够减少他的伤害，哦，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强调是说爱邻守护他除了是做弱势关怀以外，啊，防灾的概念也要给他，啊，尤其独居老人永会啊，啊，永会嘛，这起码很重要，哦，这个用火的概念也要加注于他，就是不能说随便啊，哦，这样子，瓦斯啊，哦，没有关啊，或者提醒他啦，啊，等等啊，哦，这个都是必须要去，哦，从爱邻守护经常去关怀的时候，经常去提醒他，除了一般的，哦，医疗的关怀。弱势的关怀或社福的关怀以外，这个概念也要慢慢传递给他，让他知道是说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好，哦，这个以上做一个补充，谢谢。真好，嘿，好，有没有其他的局处啊？有些什么心得或需要来加强的建议啊？我看这个民政、社政、卫政啊，现在跟消防哈，这些都结合起来哈，有没有？社政方面想要或卫政或其他的，可以在整合上有没有什么经验，或是遇到什么问题？不要紧，好，来，咱李副秘书长先。主席，各位首长大家好。其实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刚刚消防局有谈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复合式灾害，啊，那在世界各国排名的话，我们是在排在第四名，
就台风一形成马上来，或是地震，还有就是土石流。所以我们希望在消防局这一边做一个整合啦，因为现在各单位好像有也有那个爱林守护队啊，那水利局也有自主防灾的啦，还有卫生局，还有社政，我是觉得说可能由消防局来做一个整合相关的，就是发生不管发生什么各种灾害的时候，就有一个整合机构，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类似一个里民防灾卡哦，比如说，你在属于山区的话，它可能注重就是土石流的，还有就是一些那个，比如说人家洗肾啊，要随时路段的随时状况，就是跟卫生局有关系的嘛，那在比较低洼地区淹水，就跟水利消防这些也有关系。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些关怀的，就是跟社会局。那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的爱林守护这个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可能我们要快一点，因为我有开过一些里民防灾卡的一些制作，那请消防局这一边再整合各单位的话，可能让我们的一些就是这一方面的加强自助的能力能够提升，一有什么灾害的话，除了让自己里民本身知道哪里，比如说地震 他哪里要到哪里去去避灾，那有一些就是避难所土石流的避难所，还有就是一些地震街，如果发生很大的话，它哪一些没有，比如说活动中心，所以可以一些收容的，这些都可以结合社会局，那这些应该是做一个整合，由消防局来这边，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对这个我们市府的那个防灾的话，各方面的话可能会更好。医生报告。好，好，不要紧，真好了哈，我想。这个现代的政府所面对的环境啊，是一个风险的社会。那但是我们政府的组织是官僚化，然后层级化，而在应变的时候常常用常态性的组织想要去解决问题，所以。你看到大部分政府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成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成为被指责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所以如果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它不能够做到灾害的防救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这政府迟早会被淘汰。那民间反应多快，你有感觉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政府改造的问题了。就你用硬常的组织在应变，可是现在恒常的处境是都在变，那政府就是会成为被归咎的对象。但是换了人会不会比较好？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组织的一个运作的话，谁来都一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好，那么刚讲说这个因为是复合式的灾害，更引起你那个所有政府的跨单位的应变机制跟能量就很重要。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这几个主题就是说第一个观念上要调整，灾害是每一天都在发生，而不是偶尔发生。那大概在应变的组织里面，军队它的编制分工大概就是打仗嘛，所以是反映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那怎么去参考这一些灾害防救的组织的运作？当然我做一个市长，我很重视这一个灾害防救的问题，所以我就请萧局长来，因为我重视这个问题，我才会找一个适合人来当局长，不然以前的消防局长他的角色是什么？你如果没有赋予他我很多问题造出来去乱干检查有的说你就要买哪一项的消防设施，这样就会贵，我不要说太多，这跟解决问题没让人
念家吼臭头去啊，吼、哦。所以咱来有一个有法度做灾害防救的，好、哦、这样的一个整合的人来。因为萧局长他在内政部啊的这个灾害防救中心的主任、啊、这个啊、中心就设在竹山。所以我请他来是有目的的，是要整合我们这个政府有办法做好灾害防救的工作。这个声音好像都有比较好注意一下哈。那么第二个问题说，这个杂音是不是可以处理一下 ？OK， 后面哈。有没有听到沙沙沙的声音很强？好，那就说我们在谈，就说整个组织的运作哈，你要透过政府是有限的了，你必须要把人民组织起来，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不管自助互助或公助，就一方面是政府嘛，一方面是人民，所以你怎么把人民组织起来，其实在这个救灾的时候的黄金时间呢、啊，是等不到消防队来了，这个部分是我们要透过教育训练让人民组织起来，这个是今天在谈爱邻守护队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我们政府也整合了，人民也组织了，这个马上一拍即合。那不但透过平常的演练、教育、宣导，让大家要有这种就是防灾的意识。因为毕竟处理灾害是人嘛，人的训练、教育跟宣导是最重要。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爱邻守护队哈，他平常是扶弱了，但灾害的时候他就可以就是发挥救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比如说刚刚提到老人，好，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独居的老人呢、啊，有一些人可能会透过以后的智慧生活，会连线、啊、或是什么用视讯、啊、其实很快的掌握他可能一个跌倒、哦、然后可能 弄倒了、哦、那个这个火烛啊整个都烧起来了，那他烧起来之后他整栋楼可能都烧掉。所以当你家里附近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不是涉及他的安全而已，是你的安全也受威胁啊。你不平常互相关怀哈，安怎修改你都不知啊，所以远亲不如近邻哈，这是道理。好，那这个说，在这个处理上哈，我们要有一种社区意识。其实现代化的解决所有现在社会的问题，都是透过社区啊，社区来助理，不管是托老托幼，还有所有这些防灾。帮忙社区组织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这个那问题在这个过程，我们过去政府的组织是条条块块，所以说本位主义啊，民政局做民政局的，社会局做社会局的，卫生局做卫生局的。那到了基层之后，你没有整合起来，就各自为政，资源浪费啊，没有效率。好，所以到基层的时候，你把它透过我们提供全人式的服务。好，就这个你去好好的去了解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或他有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变成社会的风险，我们去做过一些调查之后记录，那平常就是帮助他们送餐也好啦，看看他们药有没有乱吃啊，把健保吃垮了他身体也坏了，你就结合退休的药师进去大楼好好的，对不对？哎，个大家来看啦，你吃什么药啊？你有关系什么？哎，我也看过了你啊。这个让他有用药安全的知识啊，也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刚刚讲到这么多的事情，你一定要到服务到
到户啊，到那个家里面去找到那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个变数嘛。因为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面，大家都孤立在各自的房子里面，你要透过这种关怀啊，去了解，去帮忙，然后最后其实是解决大家面对的问题。好，所以这个这个部分哈，会涉及到一个我们的问题，就我们的资源整合。我们各局处都有很多业务啦，好，是不是可以以到最基层的时候整合？有一些里长很希望有爱邻守护队发挥更大的功能，有一些不希望。但是我们如果把他那个方法做对啊，其实他会比较轻松做好一个里长。好，那里长也会动起来。好，他最后啊，其实顺利顺利的后啊，他如果平常没做这个工作啊，都等着有人到里长办公室来反映，可是有些人就他根本也不会跟里长联络。好，所以我们要慢慢让透过行政体系，毕竟民政系统哦，区长、里长、里长是最层级化，指挥哈由上而下，然后舆情反应由下而上，所以用这个体系做核心，把其他的局处的资源整合进来，好，这一点啊，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好，那也让台中市啊，我想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是彼此可以关怀互助的城市，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逐年把它扩大，好，那就是在后年了哈，能够希望能够推动到625队，那当然资源的这个配套是很重要，所以大家盘点一下，如果真正想做好的里里长，他我们需要提供他什么样各种本来编制内的资源，跟可能要新增的资源，可以合作代志。好，我想民进搞定，可能你要到帮忙来去接待。好，那好，这个报告就到这里哈，那来看接下来。